选人侯友宜28号晚间来到高雄凤山造势，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、台中市长卢秀燕合体，支持者夹道欢迎。南部人会靠是讲 kimoji， 可谓 kimoji 来送，怎么看你都顺眼 ；kimoji 那是不送，怎么看你都不顺眼。阿力丢不？聪明的高雄乡亲，记住三点。我们要和平的高雄，要经济发达的高雄，要有明确定位的高雄，把一切希望放在总统候选人侯友宜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回到熟悉的高雄，韩国瑜以老市长身份拜托支持者力挺侯友宜，卢秀燕助选同样打两岸和平牌，要有能力转危为安，保护人民，对不对？对。骗人郎是什么郎？侯友宜。三子合体现场戏，上万名支持者到场力挺侯友宜，火力全开。我们要的是客机，不是战机。我们要找对和平的好时机，对不对？国防委员会委员啊，搞到大陆女子啊，这到底是有国安漏洞无？汉子、秃子、燕子，高雄合体，希望复制5年前气势，助攻侯友宜。华视新闻，孙慧娟、谢玉兴、许达人，高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